电源打开，然后选择行程，我现在要快洗，对不对？那这边选择快洗，那我时间上的关系，我把这一个加长烘干弄掉，是不是56分钟？那这个时候接下来哪个按键？启动。对，就是按启动。按启动之后，快起来。有听到噔噔噔这个声音，对不对？好，代表它已经 ready 了。那我们洗碗机 ready 之后咧，2分钟之后，它会开始进行这个所谓的清洁的程序跟行程。